连云港，新亚欧大陆桥从这里发端。这是一个山海相拥的城市，田湾核电站静静伫立在云台山脚黄海之滨。作为全球在运和在建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，每天约有1.58亿度的清洁电能从这里流进电网，赋能时代。穹顶最后一条焊缝，焊接点已开，开始焊接。收到，收到。穹顶是核导反应堆厂房的重要屏障，保证了厂房的完整性和密封性。不仅需要保护堆内重要设备，防止受到外来袭击的破坏，也要预防重大灾害下堆内放射性物质的外泄。然而，田湾核电站7号机组的体积大、重量重，穹顶需要分段安装，这就对穹顶的焊接工作增添了不小的施工压力。7号机组采用了国内自主研发的激光智能跟踪麦格焊技术，仪器通过激光扫描进行自行分析计算，进而控制焊枪位置、焊枪摆动等参数，来实现自动焊接，稳定性大大提升，焊接精度也提高到0.1毫米，这仅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。焊接工作保证了穹顶的封闭完整性，满足了机组的安全，但田湾核电站却不满于此，他们还要给机组再加上第二把锁。穹顶由球冠和球带两部分组成，在7号机组穹顶的球带内壁上安装了16组重达112吨的非能动热交换器。这些交换器利用自然循环的原理，就可将安全壳内的热能排出壳外。随着安全壳内的温度升高，交换机的换热能力也会加强。在遭受不可抗力、电力系统彻底中断的情况下，交换器也将安全壳内热量保持在设计限值内，防止内部超压和放射性释放，进一步提升机组的安全性。2023年5月19日，田湾核电7号机组穹顶球带成功吊装，标志着该机组从土建施工高峰全面转入安装阶段，新机组运行指日可待。20余年弹指一挥间，截至2023年4月30日，田湾核电站1至6号机组累计安全发电超3700亿千瓦时，等效减排二氧化碳29324亿吨。7、8号机组建成后，田湾核电站装机总量超900万千瓦。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超700亿千瓦时，相当于中国近1亿户家庭一个季度的用电量。山海交错，密布连云，清洁的电能不断从田湾涌入千家万户，点亮着长三角这一中国充满活力的区域，激荡着低碳发展的时代脉搏。